然后我继续去看，我发现我就在那个失去重力的环境里面漂浮。哇，神的爱就像漂浮的粒子一样，粒子往我的身上面聚集，我就觉得我像被充电一样，很多的爱进到我的身体里面，很多的爱进到我的身体里面。主耶稣就说：“孩子，你知道吗？我非常爱你。你听说过有人还爱你爱到如果没有耶稣的信仰，有人爱你会爱到你不认识他的时候就为你去舍命吗？有一个人爱你可以愿意为你去死吗？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说：“没有。”就说我就是这样爱你的，所以你要完全接纳你自己，因为我不接纳自己造成的，所以就说你要完全接纳你自己。然后呢，我就继续去在那个意象里面，之后就看见一个极其荣耀美丽的公主走过来，哇，她太漂亮了，就是尊贵，完全尊贵圣洁荣耀的公主走过来，哇，真美丽。我就觉得我是啥破烂的衣服，褴褛的衣服，褴褛破烂不堪的人，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破烂不堪的人，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但对面走过来是那么的，他的衣服都是闪闪发光的，和一层又一层，啊，头上都戴着冠冕，我太美丽了，我就看到他向我走过来，而我就穿着破烂的衣服在那飘在那里啊，我就说飘。完了，但是他可以直立的正常的去行走，但我却失去重力在这太空间中漂浮。当他走向我的时候，他说：“我就是你呀，我就是你。”哇，我说是我，就很不相信，他就把他的手这样举起来，然后他说：“你也把你的手举起来。”我就把我的手也举起来，我们就手对手，手掌对手掌。然后主的爱更多的向我涌过来，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就看见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更多的爱涌进我身体里面，我就拥抱，我就用手掌按着他的手掌，我就觉得我开始和他合一，开始和他合一，合一合一，我就变成了一个人。然后里面就说：“你不要再小看自己。”我就完全接纳我自己，那个不要小看自己的话就没有了。以至于当我祷告结束以后，我想把这个意象记下来，用电脑把它打下来，我打到不要小看自己的话，我的手就不好使，打不出那个字来，我嘴就说不出那个词来，就我里面的思想都不可以想那个字，想那个小看，不要小看自己的，小看自己那个词都想不出来了，打也打不出来，写也写不出来，说也说不出来。医治到什么程度？彻底医治我。但是当那昨天服侍的时候，因为要做真的上战场的侍奉，我还是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意象重新播放在我眼前，我就再一次领受，并且更深的被大大的释放。其实我觉得我哭是神预先知道的，因为我在家印象里看见我就是那样趴在那哭的，因为是神特别预备的，因为我哭可以感染你们，让你们灵里松动，我的哭就会带来你们的哭，你们一哭，你们的灵就打开了。所以我哭是为你们哭，因为你们的原因我才哭，不然我已经被医治了，没有这个问题的。但是神总会有一个问题出现，好让我跪在那儿哭，所以我就跪那儿哭。我一哭，你们就开始被感动，我听下面也撕心裂肺的哭，我撕心裂肺的哭，你们也撕心裂肺的哭。哇，神就开始动工了，是不是这种感受？所以对付心思意念的战场，遇到重要的问题啊，要去解决的，不是要放下的。第六，我胜过小圣经。如果等候神的时候，对于初学者来说，有两个简单的办法：你安静下来，不知道用什么意念跟神祷告，就可以默想圣经的一段话。从一段话怎么默想呢？默想圣经故事是最简单的。讲撒玛利亚的妇人取水的那个故事啊，这个我曾经也看过类似的教导，在马克贝克勒的那个书里面有。他说啊，你就想象耶稣就坐在井旁，撒玛利亚的妇人提着水瓶子就过来啊，你就默想这个故事，默想圣经这个话，然后就进到那个经文里面啊，去默想默想，一会儿你就进入神的同在当中，这也是一种方法。
初就是用了近百年的音乐的方法进来的。我家 DVD 听了一年就坏了，我天天听，天天。我儿子非常幸运，是因为我怀孕的时候没有听胎教的音乐，听的都是等候神的音乐，所以他跟我一起等候神了。所以这对于初学者来说，因为我现在完全很少使用音乐，特别是很吵闹的环境，就像这样的环境，我就会戴个耳机听听音乐，因为太吵了，就是让我维持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就会戴上耳机去祷告。但是我们早上有一起等候神的，到一个时候不会用音乐的，打扰我，分散注意力。但是起初的时候是帮助我专注，因为听着敬拜音乐就开始被感动，就想神爱神，想神爱神，听着那个音乐就想神，总想神就想进去了。所以敬拜的音乐确实可以帮助。有的人说，那等候是不是进入灵里面、灵界里面了？这个是不是就跟他们那个瑜店瑜伽差不多啊？那个练气功的，还有那些其他宗教进入灵里面差不多，好像在打坐，跟佛教都差不多，完全不一样。他们是怎样进去的？是非法进去的。我们是怎样进去的？约翰福音里面十章里面讲到，耶稣是门，凡不从门进去的，就是强盗。他的目的就是偷窃、毁坏、杀害。但是从门进去的，耶稣说要他让他的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圣灵说，你们既靠罗马书里面是罗马说，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还靠不是罗马加拉太书，你们靠着圣灵入门，还靠着肉身成全吗？所以我们进到灵里面是披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靠着耶稣这个门进去的，而且进去以后是圣灵引导我们，他指挥我们前行。但是其他的方式进入到灵里面，他们是非法进去的。非法进入灵界里面的人，首先是被咒诅的，教会的人都被咒诅。非法进入灵界里面带上信息给别人的信息也是咒诅，算卦的会不会给人算很准？但是它是负面的，给你的都是负面的。我有一次就很深的被一个魔鬼直接借着人攻击我，真的是完全的，因为我经历太多神奇的事情。有一天我下了火车，一个的士的司机就拉着我，起初我上课的时候我是学心理学的，我就没有理会他。接着他就讲啊，我给市长我看心理，我就没听明白这什么意思呢。他说啊，我跟你说我很厉害的，你多大？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防备，我东北人都很爽快，就说了年龄，他就开始跟我说话。算算就说他，我不知道他在算，他就说啊，你要去见你的对象，见你男朋友啊？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就知道，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开始心里面祷告，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抵挡了进魔鬼的作为。他就说你的婚姻会很糟糕，你说我为你写到福吧。我说灵里面的事情我比你还懂，我说你进到灵里我也可以，我说我信的耶稣比谁都大，用不着。然后就说我不可以进入他，因为就我一个人在出租车上面，然后他是个很强壮的一个男的司机，所以我怕，我觉得我很危险，所以我就在心里面默默祷告。但是他很强硬，他就说了，他说啊，你的耶稣是非常大，我承认，但是他是坐在天上的，管不到你这小民的，我是下面大臣的，什么都能做。我一听完了，魔鬼已经开始说话了，我就不用理会他了，我就闭上眼睛祷告啊，随便你怎么说，不听了。马上就到地方了，他就说我给你写一道符吧，我说不用不用。等到我下车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生气，就把他车门砰摔上了。因为我没听，因为仇敌他攻击我，他没有得逞，然后他就很生气。那你说那是人讲的话吗？已经完全不是，到后来就声音都改变了，就借着那个人。所以我们进灵里面和他们进入灵里面完全不一样，不是冥想。但是你知道魔鬼偷窃了人类最好的东西，就是很多进入灵里的方法是神预先给我们，音乐是不是神赐下来的？但是他们现在用音乐带领人进入魔鬼用音乐带领人进入灵里面是被咒诅的，在进地狱里面。但神赐给我们很多天堂的音乐，是帮助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当中的。所以好多的方法，当我们还稀里糊涂不明白的时候，撒旦就已经把他们变成坏的东西，让我们没能领受就先拒绝了。所以
恢复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时刻，突然神的同在就引导你了，是突然间的，就是你在挣扎挣扎挣扎，怎么安静，总是想办法怎样安静，突然一个时刻，一切都停下来了，一切的挣扎的应该没有了，然后就开始享受什么，好像有一个时间一到，那些都挣扎就没有了，然后就开始进入心思意念正常就结束了，就开始进入圣灵的同在当中。那这就是更深进入，但是一定祈求圣灵引导。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四，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的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加拉太书三章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如今要得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今天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向我们世界参透了。今天我们就看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事，对不对？这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约翰福音十章九到十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所以呢，更深进入祈求圣灵引导之后会有什么呢？有进入神的同在，有生命力量的更新，如影展翅上腾那这样的，有平安，有安息，这种平安和安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很深的感受到。第四，启示、异象、灵歌、恩膏、圣灵的大能。然后讲完，最后一点，操练等候神要注意的事项，必须注意的几个，我必须要讲。你的出发点一定要正确，出发点一定要正确，不是为了彰显自己，不是为了表现看我多厉害，操练我生命多成熟，忠心对准神，越操练越谦卑。目的一定要正确，目的不是为了生命更丰盛，是让神的心意满足，恢复一个受造物对创造主的敬虔。目的不要为了停留在灵里的享受启示恩膏异象，其实你要知道这个目的是恢复一个受造物的状态。第二点，作为活祭献上，不要强迫神，我们常常强迫神来为我们做事的。第四，第三，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啊！我等候神就为了让我怎么样怎么样的，不要行在爱里，不跟别人攀比，不要攀比你。你像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基督徒聚在一起像比武场啊，看谁生命大，谁生命丰盛，谁更厉害。我严重的不喜欢这样的情况。基督徒聚在一起就感觉像是比武大会，哇！我一动那种场合，我心里特别不舒服，就好像比谁更厉害，我看看你厉不厉害。特别不喜欢这个样子。第四，不追求感觉，很多时候等候神不要追求感觉的，没有感觉的等候神没有意义，跪着每一分钟都被天堂纪念的，眼泪每一滴都被收藏的。第五，进入灵里不能试探主，这个太重要了。你知道魔鬼为什么很多教鬼的人进到灵里面，他就做的是试探的工作，就是非法窃取个人信息。我们有先知性恩赐的人，会有启示性的恩赐的人，常常会犯这个错误，就是非法偷窥探别人的信息。那这里面是有经文的。那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里面，彼得就问主说：“彼得就问主说，就指着约翰说：‘那小人将来如何？’主怎么说的？那人何以你何改？不能窥探别人的信息的。所以进到灵里面最大犯的错误，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探视。”非法探视别人，这个是严重的得罪神，因为你破坏了神的主权，也不尊重人，也不尊重神，所以神给什么就说什么。我祷告完了，别人就说啊，那你还有别的灵声？我说我祷告出来的内容就是我所领受，其他完全不知道，其他完全不知道。我看到什么说什么，他们又说，那你可不可以为我这个事情预言一下？为什么不行？我不是算卦。神告诉我什么我就说什么，神不告诉我我也不问。当然有求问神的，在一些做决定的时候，我是说不去探视别人的信息，这个特别特别重要，一定我们要记住的啊，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呢，遵循跟随鬼师的敬虔，不要探视。好。
好了，就讲这些，这就是往后神注意的东西，我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这个话都在你里面扎根。